阿金，你要进来吗？好，阿金这上来就是九格了吗？哎，没有八格。你现在在我隔壁哦。哎、欸，我要被杀掉了，抱歉了各位，我爱大家。啊！评分系统是什么？要给这个人几分吗？嗯，对。啊、他会系统自动评了，还是自己要玩家给的？那就这样吗？直接开始吗？题目是啥？观众想啊。观众来。十年前流行的东西，哇！十年前流行的有什么啊？我的天啊！狗狗，这个东西竟然十年了，我吓到了。哇，这个东西是2013年的，完了，我会不会撞到啊？红石口袋创立，然后那超过十年。哎呦啦！哎呦，还才超过？哇！你给冻上了。红石口袋没有超过十年，骗我吧？哎呦啊，超过了吧？哦呦啊，早就超过了啊！有人说他当年还会进红石口袋的 RC 是什么？所以是一定只能找到2013年那一年是吗？啊，不一定啦，2012或2014都可以啦。哦，开始了，是吗？是这个时候吗？糟糕，我刚刚按右键，然后把它打掉，我看不到题目。你的题目不是在正中间吗？它不是有写情概出什么？太难了吧，这个。你刚刚是不是直接按了那个完成了？哦，按那个是完成，哇，那我对凯洛右边打勾勾了，对，我打勾勾，哎，没有题目啊，不，我知道了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题目跟你现在拿到的题目密给繁星，然后扫掉的那个就是哦，你好聪明哦，你好棒哦，我是天才，我知道，所以你知道题目了吗？不一样的吗？我想先知道，有啊、欸，东西一定会歪，没事啊，哦，我盖的不错。是不是各位啊？龟龟，你按按钮之前先问凯洛好了没？你好了，跟我说好了，其实我可以按了。对，现在是全世界等我一个。没关系，我也还可以再一下，不紧张，不要有压力。好，那我就没有压力了。稍微有一些。看看，哎、欸，他有发一本说明书跟一把剑，那是干嘛的？我好像没开过那个东西。啊，可以广播，你好多久？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十年吗？我先看一下，是按右。完蛋了，我好烂，感觉出来他画的好用心，但是我看不出来。啊，是十年？哎呀，也太难了吧！题目呢？题目在哪里？你的画没有啊？你分享游戏画面到 DC， 然后繁星帮你看。好，你看看。不是，你按一下 F1。F1。哦、原来你是什么都没有，我的天啊！我的天啊！哎，你刚怎么盖的啊？你是这样玩游戏的？你再按两下 F5， 你现在用第三人称在玩哎、欸。我就是要用第三人称啊。哦，是啊，哦，我的天啊，这么久。好了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对啊，多了好多奇怪的新东西哦。对啊，我还是都用那些老东西来盖。老狗变不出新把戏，才是老狗。我是啊。我觉得我这是参加你们这个游戏盖过最好的东西了。什么？天啊！什么啊？哇，这居然是2013的哦！完蛋了，看不懂。现在不要再偷玩 AIM， 我觉得偷完了，你已经死13次了。什么 AIM？ 赶快拆啦！等一下啦，很长啊。怎么会很长啦？哎、欸，在这个模式里面，东西是会燃烧的吗？会烧毁吗？燃烧是烧，我太不会。真的假的？好像得拓宽才行，会不会太宽了、啊？要变阿进呢、欸？我们现在离房间有多近，又有多近哦、啊。支持你扁他，这跟人生一样难呢、欸。那你的人生很简单呢、欸。哇，你那是因为你没看到这一题。这到底是什么啦？我也想猜另外一个是谁盖的，他好、哦、他好认真的，应该是鱼竿。嗯，不是，因为我最后一个盖的东西是垃圾。那就不是你了，完蛋了。好了，不用挣扎了，我觉得想再让我挣扎一下，让我挣扎一下。我已经放弃挣扎了。好，那我也放弃。妥协了。嗯。终于，我直接按了、哦。What the fuck？ 可以啦。哦，出的题目是这个，我猜的。哎、欸，你看我盖的不错吧？看到苍边，看到狐狸，差不多啦。哪位？哪里口嘞？哇塞！哇塞，好厉害哦！这更猛哎、欸，这个很赞，差点猜成黄鼠狼、啊。这猜得出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这个是我猜的，你很猛哎、欸。你有猜出来吗？狐狸怎么叫？可以，你把它翻译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是一样意思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一题，答案一定大失败。完蛋了，谁啊 ？Go go！ 哦不，我做的，哦、是你猜的、啊。哦不，有歪吗？屏幕了，这样应该还可以吧。我看得出来啊，不错啊，我做的、啊，哇，是立体的，好强哦，耶！那有猜出来吗？重点，你怎么叫哎、欸？好猛，完美了，
超标哦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一模一样，一个出英文，一个出中文啊！你知道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题目？然后我就那这个盖的很那个哎、欸，我至少有放一个音乐箱，而且里面还有狼哎、欸，对，这样他才想说，这样他才会叫嘛，是这样吗？错了，完蛋了，这要给多少呢？要歪了。哦，出头！从这里开始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也是，那是2013哦。哪来的雨跟雪？有狼，然后地板又是雪。对啊。原来是你。我盖的不错啊，我把他讲的东西都盖出来了。太难了，太难了吧？狼跟雨跟雪啊，狼的孩子，然后雨，然后跟雪，全部都有盖出来，我棒。太好了。两只狼并一只狼、欸，你看他也猜到啦。哦。哎、欸，有学术。啊！为什么？完了完了！哇！这关是我猜的，他把它全部都画出来嘞！哇、哦！太神了！怎么怪？可是我没猜到，该不会是那部电影的那个吧？这谁盖的、啊？这谁盖的、啊？是我盖的啊！很猛哎、欸！很猛哎、欸！很猛！众人双胞胎！众人双胞胎！啊！美江是10年前哦，对啊，是钻石吧？里面有钻石，好爽哦！今年是五倍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是五个，我盖的很好哎、欸，可以，难怪有人要问烧东西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我没有想到美江，哦不，就是你出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到底要怎么盖？机油怎么后面会有一根十字架？那什么圣光啊，佛光啊？不是，你看他这个头是不是很像释迦牟尼吗？哦。有人说《西游降魔篇》真的是2013年呢、欸，真的是2013没错啊。那年我的第一就是《西魔降魔篇》大于美江嘛。哦，不会美江这么红、啊？我他妈到底说什么盖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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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是什么《西游降魔篇》？这盖什么？你讲清楚啊！这跟《西魔降魔篇》有什么关系？哇！我一路砍到蓬莱东路，地上不是，而且这个方向是东边嘛、欸，而且那是东边哎、欸，对啊，走向了吗？西游你往东走，意识流哎、欸，他砍天门砍到蓬莱东路啊，捅你老路啊，太难了吧？那个，被烂透了。哦，我猜的，对不起。对啊，那你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啊？原来是从这里来的，我只好这样盖。哎、欸，盖的不错啊！哎、欸欸、你跟他的描述很像啊！我就是把描述盖出来，这蛮神的。我有好好的把你的题目全部都盖出来。那请问你猜出了？是可以的。可以，这个也是2013的吗？不是哎、啊，英之路其实应该是更早，但是、嗯、可以可以。那你为什么脸是用僵尸的脸？他死了。哦，都有僵尸，然后又有鹿，然后又有一堆武器，可能就是杀僵尸的。哎呀，如果早知道那事情会被禁，那十年前吗？这是我出的啊。那东西十年前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杰哥吗？杰哥，哦，那个杰哥，哇塞，幸好你这个是怎么看成小小兵的啦？你看小小兵不一样，你看这个可以理解，是名场面哎。哎，等一下，讲真的，杰哥还蛮像的，是不是？那蛮像的。那个也十年了哦，居然才十年吗？我以为。这个到底怎么看成小小兵的？就黄色的眼镜啊，很简单吧？就是你，都是你、啊，完了歪了。好多说话，西游记闭嘴。哇！盖的很好，好不好？盖的很好哎、欸，哦，完成的啦，哎、欸，完美哎、欸。哦，你的剧作就这一题对不对？对，这题就是我的剧作，真的是剧作哎、欸。给五分，我给五分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少一个？小小兵电影里面他不是大人吧？小小兵是小小兵啊，所以你猜错了。哎、欸，对就好了、哦，这也是我的剧作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这超可爱的。那给个五分。那神都哪把嘞？他自己猜小小兵，我就盖小小兵啊。这也是我艺术的巅峰哎、欸，我跟你一样胡子。艺术的巅峰。小小兵，哎、哦、呦。哦，有有有有。从杰哥变小小兵啊。差不多了，很像嘛。啊？出的、哦、好可爱，冰雪奇缘，哇，不要做超好的，好的、啊，好强啊，会盖耶，五分五分，盖的超好的、啊，好强哦，好可爱哦，对啊，是你的巅峰了吗？这也是巅峰吗？太可爱，哎、欸，冰雪奇缘哎，没错，我猜的，哦，没问题啊，看来这里全对哦，哎呦，盖的有点太好。哇！没有，这是优奈帮我作弊的。哎、欸，代打、啊。哦，我刚刚去看到优奈帮我。
艾达只能给零分了。对嘛，阿俊怎么可能盖出这么高追的东西？哦，现在是在嘴咯。冰雪奇缘，哇哦，这个好棒，哇，独眼的，独眼的，小冰是谁盖的？好，没艺术天分，给零分。好妖哦，你盖得这么好，你敢讲？你 Elsa 好丑。但这个冰的部分还蛮好看的。我知道是冰雪奇缘，但是我猜了另外一个，但也是一样的啦。Lady Go， Lady Go， 可以啦，顺利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出这个，大家知不知道、欸？这是什么？是喝着。哦，难哦，这个很超难的。好啦，你自己出了，你自己出的东西，你自己最后承担后果啦。我们来看会变什么啊？这是我猜的，我看了超久。哇，可惜你少一个字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屌，我竟然猜得到。你猜到了。欸，这个谁盖的？我竟然猜得到！不是我盖的，我猜得到！你干嘛是猜想？我你还盖了五分钟？你这盖五分钟盖的？你这东西盖五分钟？你看我猜什么？快按！张冠希，又是你！你好强哦！哇塞！你为什么多加那个字呢？你为什么多加一个叉？你为什么要干这只牛？你为什么要干这只牛？这是什么？有一个干啊！哦不！我来的时候，这只牛的屁股疯狂的被这根中介足疯狂的进进出出。我要看怎么做的。怎么做？机器已经被玩坏了，是不是？我猜的时候就他妈长这样，我要怎么猜？哎、欸，那真的是叫上面一个人加的那个字吗？我很传神哎、欸，我完全把这个重点摆在这只牛身上。斗牛要不要？斗牛要不要？你哎，左边来杯来，左边来杯来。你这边我就算猜红牛，我也不会猜奶昔啊。你上面放个红石，你为什么是草莓？哦，他把它反过来变草莓。对啊，我也把它反过来。不行，这要给零分。哦，太难了 ！EPA 世界冠军，我盖出来了，超好的！哇塞，你盖的很好，但是我没有盖出来。怎么没有一个比较胖的？EPA 冠军，哎、欸，你猜到了？啊，有盖到啊！怎么了？完蛋了！盖对位，你盖的好好啊！那我就做不错哎，猜出来吧。猜出来吗？我猜出来，真假的？那你们要看到劣化版的东西了，完了，我们要看到什么？红颜小泉石吗？小泉石，对，我现在想发现我做的蛮像小泉石。哎，猜到了，我猜的，我不，完蛋了，是什么？那个特别粗，哎呦哎，这个特别粗，这是。我就没玩咯嘛，我就没打咯，我怎么知道这什么东西？这看起来就像老鼠啊，老鼠，居然是老鼠！我还去查2013有什么老鼠相关的东西，没有哎、欸，好丑哦，不行，再零分。怎么可以？我有一个比较粗的柱子哎、欸，有最终得分哎、欸，哦，有那个入选79，为什么才58啊？不是啊，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要怎么给分啊，开始没有给分，哦，对啊，前面的没有给到分啊。哦，不然我早就第一了。对，哦，怎么可能？好啦，大家早点休息啊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